什么？这是新鲜的虫草花。虫草花，这个。在 NTUC 买的虫草花。哦 ，NTUC 买虫草花。竹笋。竹笋肉丝。云吞汤啊。云吞汤。OK， 那快快快，你要煮什么现在？腌这个鸡，然后放下去蒸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腌那个鸡。这个是什么菜？哦，蒸那个冬虫花蒸草。虫草花。虫草花。蒸鸡哈、啊。放一些我们现在调味啊。姜片。OK， 姜片。洋葱片。姜片、洋葱，嗨 ，Dorothy， 嗨，你好。然后我放一点盐糖跟味精放。盐糖胡椒粉。盐糖胡椒粉。Hello Florence。这是酒还是鱼露？不是。花雕酒。哦，对，花雕酒。哦，不是酒就是油嘛。酒啊酒。不是酒就是鱼露了嘛。姜青。姜青。没事，我这么多调味要放里面了哦，要放一点点油了哦。放一点点油，菜油啊。对。跟它腌一下。等一下粉进后才放。OK， 这个、哦、你们可以早一点腌啊。OK， 我们是现在腌哦。玉米粉啊。玉米粉 ，Hello， 你好，中秋节快乐。Hello， 你们好。Hello， 傍晚好，傍晚好。很简单的、啊，只是放下去蒸而已。谢谢你们的 Line Share 啊。Okay， 虫草花放进去。OK， 虫草花放进去。红枣也放下去。红枣也跟它放进去。我要跟他腌一腌 ，OK， 你们是可以早一点腌啊，吼。不过我们是现在腌给你们看啊。OK， 你们好，谢谢你们的分享啊 ，OK。我做的都是很简单的。还没有分享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按分享啊 ，OK， 这个很简单的，你看，哦，那就是这样哎，放进去然后给它调味，然后等一下拿去蒸它就好了，蒸多久？蒸十五分钟 ，OK， 蒸十五分钟啊，这个。OK， 苏珍你好，中秋节快乐 ，OK。还有放什么红枣哈？可以静静看给你们看啊，这样子。OK， 好了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蒸了。OK， 谢谢 Line Share 啊 ，Cindy。OK，Thank、okay, you， 谢谢。OK， 所以这样子蒸就好了。OK， 第一次看的朋友可以帮我们，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啊，我们的视频。OK， 大家我们也有 YouTube 的频道啦，你们可以去订阅哈、哦，订阅。我们全部的 video 跟食谱也在 YouTube 里面。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就是这样简单，放下去蒸。就一道菜了。好了，这样子蒸多久？嗯，蒸15分钟。蒸十五分钟啊？这是什么肉？鸡腿肉啊？鸡腿餐啊。鸡腿餐啊，半只鸡啦，半只鸡 ，OK， 这样子啊，开大火跟它蒸啊，蒸大概十五分钟就好了 ，OK， 十五分钟，提出来啊，好，拿碗盘，你看那个刚才那个鸡 ，OK， 这个鸡，竹笋，拍汤，这个直接拿锅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这个是我们刚才煮的第一道菜啊，虫草花啊，生鸡嗨，当根好 ，Hello， 你好 ，OK， 跟它放在桌子啊，这样子，哎，这个是那个虫草花生鸡，